他已经有声音嘞，他已经在制冰吗？哇，所以他制冰有声音，你自己听，现场没听到，你自己都会听有声音啊，有啊，哇，冲的声音啊，哇塞，他制冰有声音啊，恭喜，好吧，啊，你别紧张，我会整理呀、啊，你好好看电视，不行，嗯。这个动作都不好，不能乱来。哇，水槽啊！不管是水槽是塑胶的，我以为是金属的，结果是塑胶的。你还钻石嘞？哇，钻石哎，还镀金呢。哇！磁吸，嘿，嘿，要来玩啦、啊！你要来撕开模啦！小事情哇！你要一起参与这个神奇仪式啊！小事情就有小人物来做就好了。小人来不行啊！哇，还有奶嘴塞啊！哇，奶嘴塞！怎么变那么小声？奶嘴塞！哇！哇，那个萤幕，这个要先撕吗？你要来撕开萤幕吗？你要还是你要当？他也可以不用撕啊。还是你要当台湾人都不撕开？哦，你要当正港台湾人。哦，水箱啊，我们来新开水箱。旁边应该有没有粘住吗？怎么拉不起来？没有啊，没有粘住啊。嗯，没有粘住啊，我怎么拉不起来？我拉断了，你要来呀、啊，你要一起参与把它拉断呢、啊。哇，塑胶箱。才刺激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他怎么塞的？啊？他为什么可以塞进去？哇，那是两层的啊！所以他，哦，所以你不要顾虑，就不要放这一层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也可以不用放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他是这样设计的吗？所以你如果不想要顾虑，你就可以不要放这一层。对呀、啊。哇塞，他都帮你设计好了，所以他不负氯属于是正常的啊，不放滤芯是正常的。你看，你这样子就可以先把滤芯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再卖掉啊！这个没有人要买啊，这个怎么卖？哇！你就下面放马克杯，然后下面就可以这样过滤哦。对呀、啊，你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了，怎么好？是啊，本来就是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了，跟空气清净机一样。所以你房间那个可以放你房间啊，你放在马克杯上就可以过滤了。像，可是我要热水啊，我没有要喝冰，我要常温水。你就把水加热，就放下去过滤啊。哇，那这个要先洗一洗水。